台主教练将武汉灾区捐赠的物资2月17日发出，并于2月24日顺利抵达武汉一线。日前网友晒出了收到郎平物资的照片，上面还有郎指导的亲笔祝福：奋战在武汉前线的抗疫英雄，你们辛苦了，感谢你们的付出，在不同的战线我们一起加油。据报道，在国内最大的排球论坛，有网友晒出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给武汉捐赠物资的照片，引发球迷们强烈关注。从照片可以看到，郎平在捐赠物资的同时还附上了一封手写信，上面写着：奋战在武汉前线的抗疫英雄，你们辛苦了，感谢你们的付出，在不同的战线我们一起加油。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，2020年2月17日。郎平的善举让网友们纷纷留言点赞：郎妈太好了，永远爱您。果然，郎导和中国女排是让我最骄傲的团队，为郎妈打 call， 一起加油。这封手写信价值连城啊，上面的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爱了爱了。